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次的影片非常不一样，不知道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频道有上传一个跟 GQ 合作的秀，长这样子。然后呢，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我们第一次参与了跟像 GQ 这么大的时尚品牌。我们从西装定制，然后到活动拍摄，到现场的影像播放，我觉得那都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原来它后面是一个这么大的幕后工程，然后这么多人去成就的。所以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有趣的超认真时尚的一天，那我们就回到做西装的那天吧 ，Let's go！ 今天不得了了，我们这次受到 GQ 的邀请，然后我们要来当一个帅气的潮流工业男子。你知道帅起来是什么样的样子？像你这样子，像我这样子，对吧？我这样看很帅。帅有很多定义嘛，有些人就是天生丽质长得帅，然后像我们这种必须要常常靠一些工业技术让自己有魅力、充满帅气。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帅气呢，就是我们在杂志上看到的，穿着西装皮鞋，龟仙裤，整个啪里啪里，加了五号。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大家看来时尚产业啦。欢迎来到今天我要定做西装的呆人。今天我们要从就是衣服选布料，然后做配衣，完成我们到时候我们在那天 Suwork 走路的那套西装。我们第一 part 开始要选布料，里面的成分大部分都是羊毛为主，那羊毛可能会混一些其他的纤维，像这个就是混麻料，所以它比较透气一点点，然后摸起来会比较粗糙。像这个就混了 cashmere， 它就是光泽或者是摸起来触感会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些混莱卡就是弹性纤维。它为什么有一些布看起来像内裤？这个内裤，对，我有件内裤跟这个超像。我去 party 撞衫的时候说，你看你跟我今天内裤穿是一样的。通常做西装一套的价码大概是，以纯手工来讲的话，它价位大概是从29000开始。那这个做起来大概70000多块吧？哦，70000多块是不是？对。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用。好，所以现在是用价格来取胜是吧？反正你们赞助。好，这里面是最贵的啦。它的支数是170支，数字越大就是布料越细，然后触感越好。这个的话大概是要90000多块。90000多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那我们布料现在决定好，我们现在开始挑魅力。那你可以挑比较就是符合个性或者比较你是说我的衣服的里面这样子？对，是没错，有点水山水墨那种感觉的啊。那你挑完，我们现在开始挑扣子的部分。扣子也可以选？扣子当然可以选，因为我们是全定制的，所以就是很多选项都可以做客制化的调整。你们知道扣子怎么做的吗？把那个染料，然后用在一个台面上，然后它会像个漏斗，然后漏出一条像水管的东西，然后它会把那个填满树脂，干掉了之后嘞，它就是一段一段像切菜一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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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出来，就有四个钻孔的机器这样嗖嗖，然后出来用车床要把它车圆。可以再拍一集。扣子只能拍袖子。塑胶扣啦，都是做后置制成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天然扣，像这个就是牛角扣啊。哦，是天然扣。对，就是有牛角或贝壳扣，所以它本来纹路就是长这样。但是你看牛角扣跟塑胶扣。我还真的看不太出来。西装领型的部分，你现在看到这个领型就是叫西装叫标准领，礼服用的我们叫丝瓜领，也就是燕尾领，我们是叫剑领。所以顾名思义，它像两把剑一样，就是旁边两边会翘起来。哦，就是这个。现在是挑口袋的部分，是，这是一般标准西装口袋，所以它前面有一个盖带。我发现做西装很累，做西装要你要决定好多事情哦。哦，是里面还是外面的？外面的形状是。像这个就是有一个盖带。对，然后塞进去，它变成一条线。哦，盖带啊。对，盖。然后这个是我们叫贴带，所以它外面有一个口袋贴在外面。OK， 好，盖带。OK， 接下来就是单排扣。是。所谓单排的部分，它就是扣在正中心点。哦，双排的就很像那个海军的那种。对，就是像那个军官。对，它是交叉堆叠的。好，两百，我不想当兵。OK， 没问题。好，其实我已经累了，我想要跟他说，老板你帮我决定就好了。裤子我们还可以就是要不要打折，或是做平的。这光就是让你更舒适一点啊！哦，你说比较有空间是不是？对，就是有些人他长期要坐或是动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空间可以撑。像我这种下半身有黑人血统的，翘臀比较需要撑开一点。哦，也可以，打折。我们讨论领子的造型。那这个叫什么口？我们叫方领，然后我们这个叫中外八，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八字形。是，还有圆的，偏休闲一点点。好，那就这个吧。OK， 领口决定完了，应该没事了吧？还有袖子。因为定制的东西其实用个人喜好去定制啊。你看我这个衣服的开口跟我昨天的开口，你知道有什么差别吗？我是 V 哦，我昨天是圆的哦。Okay， 那决定完我们就开始量身，那就是师傅会帮你量一些就是身体的数据。师傅，你做几年了？将近50年。哇，你做50年了？40几年。
想不到有荣幸让一个五十年的老司机帮我们做西装。所以我们这种身材正常吗？很标准哦。哎，这是重点，请帮我画上。很标准哦。师傅，我们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就是在修改，看试穿盘的时候把它修整。那你比如说你这里啊、哦，这里宽一点，那你修小一点点，腰身再收缩一点，腰身改了之后正式去做，就是照我的计划去做。所以我如果说我要胸要怎么挺一点，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要有一些动作。对，这里就要收一点，让你胸挺。那时候这里还需要收一个，让你胸挺起来。哦，那师傅帮我修多一点吗？对对对对。大家早安，这个是充满无音息息的一天。我们现在在阳明山上面，然后今天我们要拍摄 GQ 的杂志。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带大家来看一下。这间公司真的非常酷，很酷的空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日本老屋，他们做源于纸栽的。那我们就开始化妆。我自己喜欢比较素一点的东西。我吗？嗯，我都可以，都可以，随意这样任人宰割。哦，拿比基尼过。好。想穿很久，一直没。打身上。时尚工程产业，不同的角色的人都要出现，谁是同胞？以你为中心打转耶，哇！我只是一个傀儡。我们拍完了，我要去下一趟通告了。好，辛苦了，谢谢。对，这是我今天体验 GQ 拍摄的。我们拍了三个品牌：林果良品的鞋子、奥迪的车子，跟什么的西装呢？对，今天是很不错的体验。这是一个时尚工程产业，想不到拍一个照后面要动用这么多人。没错。那我换装了，大家再见，拜拜。非常感谢我们本期的赞助商。没有拍片累啊，拍片很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拍片的成本因为很高嘛，制作时间长。我们这支帮我们 sponsor 的就是 Saltgear 的帅帅袜，来，你看这个袜子，是不是夏天到了，男生朋友们，你是不是有脱下鞋子有脚臭味的困扰呢？通常我们袜子你知道多少时候要换吗？每天，不是啊，每天要洗，然后要换，换一次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你一定要换掉。而且你看袜子这个圈圈，跟这个蓝色的这个充满造型的运动袜感。这个图案它是利用那个织纹，你知道吗？就是织纹在编织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 X 跟 Y 相交叠，他们是利用织纹，然后去做出图案之外，然后还有一个厚度大概八厘米的避震小圈圈，这个很不错，我穿了一阵子了，也因为他们支持我们拍摄，所以我们有请他们让我们的粉丝们，然后有一个不错的特惠的价钱，所有订阅我们频道朋友都有85折的优惠哦。然后如果你是频道会员，也就是说每个月有在 sponsor 我们的，你可以买到83折，然后而且他还会加送你。成棉的小背心，台湾制造的袜子，它有99% Optimo 的长效抗菌的功能，不只可以除臭之外，它里面的图腾设计里面让你穿内穿外都非常有型。最后你再看一次，你看我脚上面的小线条跟里面的小图案，它都不是一般的图案印刷而已哦，它里面都是靠着织纹去包覆你的足底跟足弓，所以你看它已经不是一般的技能袜，它是赞助我们支持超认真频道的好技能袜。这样不会太随便，我这样怎样随便？就是这样子，我这样子很亲民哎，很亲切，我每天都穿着。我现在应该算是优良示范，而且你看不臭，你有没有看看？对吧？哎，试来看。拿给劳动部，做影片作证。大家拍鼓。Hello，GQ 跟各位超人者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现场了。啊，大家看我们这大舞台。所以等一下，我们今天要有一连串的拍摄行程、访问行程、party 行程。那我们就带大家直接开到现场喽。你要算命，我带你去算命。为什么他有摊位？在那边收金啊。
在我身边这位是我们两倍数量的浩哥。等一下我们要上去轮流被访问了，对，大家等一下问什么问题会让你尴尬，都蛮尴尬。业配是多少钱？尴尬，脚本最多可以改几次？是我。这不能播出，这不能播出。第十周年的 GQ Swag， 请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年的三位的参加者，欢迎浩浩、超认真少年，还有 SUCKDD， 欢迎！哇塞，哟！嗨，各位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工业潮流男子超认真少年。哇塞，现在讲潮流男子四个字，感觉非常站得住脚了。拿着这个 logo， 你还不够潮流、太潮了，对不对？看到了这个成品套上在身上了之后，那个时候感觉第一瞬间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是做工业类的，对，所以做工业工程都是工装为主。那他帮我改装完之后，感觉我可以去做军火商。哇塞，你是什么？是军火商吗？穿起西装可以去签跨国合约，穿起工装可以庖丁解哦，所以。可刚可柔，是是是，也超认真少年。接下来我们让我们来欢迎玉泽演，再一次看到玉泽演，来，我们请看正前方 ，right to your middle 的时间哈，大家今天相机全部都拿起来了 ，All right， 我们待会就准备要出发，我们今年的 10th anniversary GQ Swag，Let's hear it， 请在过马路的时候，准备摆出自己的身装台式精神最帅的一面。我们现在要游行了，我现在台台新走路，我们原则上应该这里整队，然后一个漂亮的门面出去。整队呢，我要先开两枪吗？你有枪吗？整队趴下，我要开路了，我要开路了，快走快走，好来喽。在我身边这位是老板，这是我们这套西装，帮我们的干爹 Super Lady，Super Lady， 我天。主要工地就是超认真少年的专场啦，跟我们解释一下前面的钢筋钢骨大楼的一个工法，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是前方是目前大概是用钢构的地基，我们现在下一步刚开始灌浆，钢构的我大概会盖到25到30。到了晚上的派对时间，像我们这种工业男子实在是很少来参加派对。居然给我们一个小信封，好马来。哎，有两个调酒兑换券，软性啤酒兑换券，这个杯垫，这两个我们要保掉。没错。好，那保掉吧。好。我真正重点不在于赢钱，就是你拿2000块出来赌。基本上2000块就是要输掉了，这个是一个娱乐消费的过程，2000块赌完就不要玩了，这才是健康的赌博行为。你们四个名单上最赢的，赶紧给我绑掉。少年，好，我把你干掉，来干我们这件事情。不要，娱乐结束，回家睡觉。我
我们来跟乌克兰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玩游戏要 IG。另外呢，我们今天在现场提醒您。感谢 GQ， 然后感谢 Audi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出来见见世面，虽然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当一个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厨房的人，所以我们来适应一下这样的生活。不过蛮意外的，就是很多穿西装的人还蛮来看我们频道的，毕竟还是男生为主体，毕竟我们是 95% 的男性。对，各位超人朋友们，我们进入超人男子下班喽，拜拜。就是 Creators and Taiwan 是为新媒体创造者所打造的全新平台。现在你只要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AT， 就可以提早2个礼拜看到我们的全新影片哦。马上去。